今天的目标是，今天咱们不聊帅哥，去要债。刘星实业项目经理贪财好色，拖欠很多公司项目尾款，导致很多工人不能回家过年。待会儿按计划行事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小意思，我不太会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可以啊。您是流星实业的王总吧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您不记得我了，我是星淼慈善纪念基金的常务主任徐三七。您之前答应捐给贵州建学校的那笔善款，因为您业务繁忙，一直没能联络您跟进后续啊。你还打算建学校啊？是啊。王总很有善心的，他还说学校建成以后不要用他的名字，只要孩子们有书读就行了。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啊。王总，咱们这边工程快结束了，您方便把尾款结一下吗？善有善报，厚德载福。当然可以了，做善事嘛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只带了卡，没带支票。没关系，也可以刷卡的。你男朋友真是人帅心善。还不是呢，不过他人真的很好。王总，我代表贵州千千万万个孩子谢谢您。小姐，你裙子、啊、我陪你去洗手间处理一下吧。那我去趟洗手间、嗯、好，马上回来。散会吧，徐秘书，留一下。好的。你最近对我怎么这么冷淡呀？办公室恋情不宜公开，我怕影响你工作。韩总，我要进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么主动。韩总，虽然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我还是很矜持的。之前大家都传你喜欢的是徐秘书，不过他又老又土，脾气还不好，肯定配不上你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当面说别人坏话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徐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仅在这儿，看好了。感觉还不错。你脸都油成那样了，还有心思追老板？快用这个补补吧，这个蜜粉送你了。还不走，让我送你。渣男，这就想走，让你不和我分开，这下出问题了吧？我还是我演技好。嗯，你也不收拾一下？都说了我游戏里游戏中的人了，而且今天晚上我还约了他见面呢。看那好帅的调酒师、啊、真的好帅、啊、哪来的调酒师这么帅？三七，走，先换个头。请慢用。鸡尾酒最重要的是色香味，你这杯颜色不均，香气不显，口感黏腻。我觉得挺好。听我的，我做调酒师七年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贬低我的作品。不服气，要不我们比一局？要是我输了，表给你。行啊，要是我输了，我也把我最值钱的给你。三七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调酒了？环游世界，你的作品呢？等着。赢了，愿赌服输。他就交给你了。小心。不行，我有对象了。什么？我在游戏里有喜欢的人了。今天520，我们约好了在午夜派对见面。午夜派对？失策。你的 ID 是不是叫云朵上打盹？你怎么知道？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月光下好眠。原来是你。我说了我不来，公司团建多无聊啊！我要回家。滚包厢呢？对啊。嗯、帅哥，一个人吗？三七，你来团建怎么不化妆啊？糟了，我忘了这回事。啊！你不是我不来吗？怎么打扮成这样？
他谁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他是家属。哦，家属，那他们哥俩长得还蛮一模两样的。哎，不是，他帅哥能帮人家拧一下吗？我拧不开。三七，你拧不开瓶盖，开玩笑的吧？你不是可以徒手搬西瓜？给你，谢谢。喝什么水呀、啊？哎，三七，喝酒。哎呀，小女子不胜酒力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忘了你上次跟公司18的兄弟喝酒，让兄弟们喝的把楼下瓷墩子带回家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走、啊，是不是记错了？记错了。我喝奶奶就好了。咦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那我们招手指吧。三七，其实我们放心，看见一招把他拿下。3、2、1。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，但我实在忍不住，从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，越看越好。真的吗？那是不是代表你认可我？嗯，你也跟我们在一起了啊？我们下周订婚，一定要来啊！站台女友现实之春，走过路过没错吧？这是什么游戏？你妈把话撂在这里了，再不搞女朋友就别想回这个家里。声音来了，等等，我能搞定你吗？啊？年少女强人，这个我擅长。妈，你还敢回来？你没有，我的女朋友回来了。哎，好。三七是正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我们俩一见钟情。妈，我想好了，您说的对，一周之后我跟三七结婚。闪婚，我妈肯定接受不了。太嫩了，一周太慢，三天。哦不，一天，只要你嫁过来。我就把你当亲生女儿看看。啊，死孩子，以为我会上当、啊、想让你老娘投降，那你第一招将计就计。阿姨，你看我年纪也不小了，终身大事拖不得。其实我自己有房，结婚以后呢，杨还可以住在我们，公司工作都无所谓，每天只要扫扫地做饭就行。等等，这怎么行啊？家务活怎么能让男人做啊？第二招反客为主。这是我们杨还商量好的。妈，你不是早就想让我结婚了吗？现在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真爱，你千万不能错过了呀。那你的定金我怎么办？这你放心，杨怀跟我保证了，等年底把孩子生了就戒掉电竞，专心在家带孩子，钱的事不用操心。我虽然工作忙，但每个月会给他打一笔钱，然后杨怀就绰绰有余。真的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杨怀应该当上门女婿啊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嗯。第三招，釜底抽薪。阿姨，结婚就是两个人各取所长，我擅长工作赚钱，杨怀呢细心耐心能持家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完美啊。杨怀，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啊？他听我的。干得漂亮。终极大招，直接喊妈。时不我待啊，妈。等等，儿子，其实我结婚不着急的、慢慢来啊。那这给你，谢谢。如果当初没有那场误会，我们是不是……女儿，这钱你拿着。你能不能别再捡垃圾了？女儿，早点回家。敢把我爸的事情说出去，你就死定了。未成年不许抽烟。哪儿来的小白兔啊？管得真多。闭嘴。你不怕我？不怕。上上，从今天起我带着你复习，我们要考同一所大学。考大学？我总分还没你单科成绩高。所以以后游戏不准玩了。山不在高有仙则，则名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。这个拿给露露看，她一定很开心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三七他爸是捡垃圾的，还穿什么校霸、啊？闭嘴！生气什么？嗯，正好我这六个瓶子拿给你爸爸。哎，三七，你这次月考是你说出去的啊？你这个骗子！三七，三七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谢谢忙得很，滚一边去。三七，三七，都怪那女的，非要拉你去考大学，还是强哥想的办法好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强哥说，只要把你爸的事情散播出去，那女的指定和你闹掰。原来是你们说的。露露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们要考同一所大学，所以以后游戏不准玩。捡垃圾的，你这个骗子！三七，你听我解释。哼。说实话，下雨天不知道躲一点。三
三七，怎么到这么早？还说呢，你这个优秀毕业生回母校发言还敢去？都怪你，本来邀请的可是你，我都紧张死了。